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二十慈福。今天我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精神，弘法利生，所以现身说法。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把我的分享转成功德，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广结善缘。广度有缘，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无度无地同修。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来和大家分享，题目是《佛力加持，一指烟酒魔，少数成功》。2016年，我在网上看到了速看图腾的视频，在英国共修组师生的指引下。我找进了心灵法门，并且开始学佛念经、修心修行，至今已有7个年头了。我已经许愿少五戒，勤修真言说中的一门精进，做菩萨的千手千眼，弘法度众。如今，学佛念经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每天过得充实而忙碌，师父告诉我们，缘分是由愿力而来。如果一个人有愿力，你就会有缘分；一个人没有愿力，你就失去了缘分。所以，愿力强的人，善缘自然就足。想成功每件事情，首先就必须有愿力。我们实实在在的听话照做，只管耕耘，不问收获。3年前，48岁的我，已经。疼痛难忍，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这是术后病变，需要做一指烟酒魔手术。疲态的烟酒魔需要时间等待。在2020年1月份时，老板给我放假1个月的时间。我心想，即使机缘，我可以多度有缘人，多念经文组合。正合我意，菩萨垂怜，院方这时也传来喜讯，让我1月18日是去寺院做一指烟酒魔手术。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是菩萨最好的安排。1月18日，普天同庆，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了，大好日子。即使机缘，我准备的腊八粥带到医院接缘。给有缘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在英国必须提前与医生打招呼，经医生允许才能带进去。我带到医院的八宝粥全部接缘出去了。感恩菩萨慈悲加持，给我做善事的机会。这天，我告知国内的家人，我做。烟酒魔手术的事情，需要他们帮助我在国内放生鱼助念。我许愿1个月内放生100条刀下鱼，念诵21章经文组合，帮助我的右近者。祈求菩萨保佑我手术成功，我会现身说法，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法，弘扬佛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菩萨，感恩天人们的助缘。太太许愿，帮我放生500条鱼，帮我念诵49章经文组合。18日那天，叔叔婶婶帮我助念大悲咒，我全身麻醉，手术3个多小时，已经缝了100多针，手术圆满成功。术后即刻出院，而且没有痛苦。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所有支持与帮助我的亲朋好友们，感恩所有医务人员。我记得术开始，学佛人痛苦是一时的，不学佛的人痛苦是一辈子的。帮助我英文翻译的同事，有一天睡了一觉，进了医院才几天，已经走了。几年前，我就度他学佛，
他回复我忙，没时间。夜抱罗云水醒，无法呼吸，夜抱之愧，不敢想象。如果还不信佛，不让观世音菩萨救自己，那只能说这个人真的好可怜。希望我的分享能让还在犹豫不决的有缘众生早日树立起学佛念经的信心，得闻佛法，深信因果，断了修善，念经超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再次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观世音，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地藏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分享过程中若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南无释迦牟尼佛慈悲原谅，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请师尊批评指正，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转播师兄和睦睦互助义务的师兄们白。